公园外停了好多台的机车，居民气急败坏的隔空大喊：“防疫期间怎么还跑来？”现在管制区你们知道吗？知道管制区还进去哦。从警戒线里面走出来的年轻人一直说不知道不能进入，赶紧骑上机车离开。数一数，一共有七辆机车，八个人。他们跑到了山区公园，说要来赏血月。原来这一天有个天文奇景，超级血月。许多网友透过了网络分享画面，但是这一群年轻人不待在家，跑到已经宣布不开放的地摩尔公园来赏月。是发现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晚上跑过去哦。现在我们已经通知警方了，即便是筑了很多的高墙。如果大家不节制的话，我们仍然没有办法阻挡。特别希望中央能够下达统一的标准，针对部落生活范围呢，进行一些一定的一个管控措施。为了要防疫，观光景点并没有营运，还要求游客止步。山区的部落也频频喊出游客不要啪啪走，提醒如果民众不自我约束，像这样夜闯禁区的情况，难保不会再发生。三立新闻。